书上面说希望能够留在高雄这样子。您是不是有说就是心在哪里，身在何处更重要？对了，我讲，我以我自己的经验，我过去几十年来都在全世界各地跑，但是我只有一本中华民国护照。不管我在全世界设了多少工厂，设立多少分公司，我的总部只有一个，就在土城。我的心呢都在台湾。台湾呢现在的总统是总统总理制，叫总统内阁制。我个人支持的是要内阁制，就现在总统的权力太大了，有权无责，他不要经过立法院的咨询。行政院长呢是有权有责无权，我一定会在当选以后前两年提出来，把内阁的权力跟立法院的配套的相关法令做个整理，两年后我将会来推动，让立法院委员能够将来有更好的能力，选上更好能力的立法委员，将来他们也能够兼任内阁的部委首长。那因为昨天财报没有很理想，今天股价也不太好，然后美国也要打那个新的25%，对于3000亿，包括像手机还有那个电脑部分的这个关税，请问面临这样子的变局，您会怎么领导鸿海公司来度过？现在我已经不，你现在问题是全世界的问题，全台湾的问题，我应该站在这个，这就是讲到我为什么要出来的原因我要站在台湾总统的格局解决经济的问题。大家呢，过去大家认为中美贸易，我记得一些前行政院长赖清德在做的说，哎，中美贸易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他好像讲过这一段的话，说没，其实中美贸易的这边台湾是全世界都受影响，那台湾尤其严重。这就是我们讲说台湾应该我要站出来来拼经济。我认为说我有一套方案呢，把台湾的这个这个经济呢走上未来的经济，在整个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可以呢在中美两边都能够台湾都能够获利这是我的原则。我到台东去，到花莲去，最主要是看台湾的产业看当地的这个产业的状况，我多听多看多学的一段这个我自己的学习之旅。